桃城彩屋没跟到去年 Friday 圣诞节，只好继续忍用绿狗卡当新户。那个去年的这个 Friday 卡，它这个1212刷卡金真的是很棒，就是先送你412嘛，再多送800，最后是1212。如果你那时候有真的有看我的文章，我在12月12号就有分享，你们真的要立马去办，因为这就短短2周嘛，12月25号之前要拿到卡片刷5000，才会拿到就是1212，真的是有多少8折的回馈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棒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如果您真的就是没有跟 follow 到我，真的很可惜，因为那个回馈真的是有时候都是一阵一阵。那目前的话，办卡基本回馈就是任刷3比5块钱，任刷3，5比1块钱，你就可以拿到500块刷卡金，也算不错这样。